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那个司机发烧的，在哪区？路上基本上都是吃方便面，就是一天就是吃两次，一壶开水早上灌上以后到晚上就凉了，方便面根本就泡不开，到处都不能住，连夜走，这是最大的困难，人休息不了，每次休息最多两三个小时，缺氧憋得都睡不老实。